次呢，我要来改造我的房间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夜猫族，所以我房间邱先生在睡觉的时间我不能工作，所以我常常就在房间的外面工作，然后冬天很冷，夏天很冷，所以我决定在我们家另外一个空房间进行大改造，变成我的工作房这样子。柜子都还没有，所以原本那个小姐跟我说一罐这个可以刷整间房间，我已经刷了两罐，但是呢我刷了一二三个墙，而且最后一片没有很均匀，有点伤心，但是觉得还可以刷，那我就等我下个月再赚钱再买油漆吧。这边不好，但今天我的办公室要正式的进驻，所以我现在要来组装我的桌子。甩什么甩？我还有在淘宝上面看到了那个枕头套，很可爱枕头套，还有懒人毯。超可爱的，还有地垫，所以呢，希望我再来就会慢慢的，可能没那么快，因为我事情太多，所以我会慢慢的，就是把房间一步一步的改好耶， yeah， 希望我的房间会变得很漂亮。之前我们怎么是刚好？你怎么会？这个很基本。